晨曦中，我们迎接崭新的一天，我们拥有美好未来，我们要竭尽所能创造更好世界，只要持续努力，愿望会实现。我录制专辑的小朋友当中，今年有一些已经六年级，他们即将毕业。那他们这些小朋友呢，希望可以将自己的歌声传达到国外去。所以今年呢，我们许了一个特别的梦想，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带着这些小朋友到国外交流，那学习国外的文化及优点。希望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歌声到国外。谢谢王爷爷这次招待我们到郑州来跟别人交流，谢谢王爷爷的衣服，我不会忘记你的，谢谢王爷爷这几天的照顾，很感动，谢谢王爷爷的照顾，祝你长命百岁，很谢谢你的羽绒外套，我一定每天穿。感谢你帮助我们合唱团，也谢谢你送我们羽绒外套，能让我们度过这个寒冷的。祝你身体健康。然后你送我们的外套，我们都有穿。然后生意兴隆，谢谢。然后我很喜欢你送我的外套，然后也谢谢你这几天的帮助，然后这次的交流很。顺利成功，整个过程我觉得蛮感动，是小朋友可以跟当地中国大陆的一样同年龄的小朋友来做交流，可以感觉到其实中国大陆的小朋友也非常认真，在他们的学习路上面准备各种才艺，那我们自己成功国小小朋友有这样的才艺能够跨出台湾跟国际交流，看到他们这样的成长跟喜悦跟收获，我是觉得相当开心也相当满意。时间过得好快，我们三天的圆梦之旅画下了一个句点，我们要启程回家了。小朋友印象最深刻的是王爷爷的企业精神，我相信这对孩子们
一生受用无穷。那另外我们在这里跟郑州的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也建立了很好的友谊，他们不但用很美丽的歌声跟我们做了交流，而且他们很热情的跟我们的孩子有很多的对话，甚至还送了他们很可爱的小礼物。我们在这满满的友情热情我们希望我们把云端爱燕的爱不断的散播下去，让这一份爱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成功国小圆梦成功耶、yeah!